季叔老师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来的目的，那我就不弯弯绕绕，我就直说了，你如何才能把版权卖给我？我收了，不卖。季叔老师，你再听我跟你说。季叔老师，没想到你有洁癖。做人的基本原则。 就是保持干净。啊！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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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答应你，可以考虑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更新？后续故事是怎么发展的？你想知道？当然，广大读者都想知道的。只是我比较幸运，可以直接问你。但是我听说你一般都以悲剧结尾，《灿若繁星》也一样吗？ 一样。为什么？那悲剧是指生离还是死别啊？单行不久之前刚入职，那天的事情是他处理的。茶凉了。没事，我就喜欢喝凉茶。我说的是，慢走不送。 还有这意思，那我先走了。季老师，衣服我下次洗完还你。哎，你不是说叹气容易把好运叹走吗？你这一声接一声的。 不怕好运没了。可能末班车锦鲤气运已尽，从此我就是普通人了。呵呵，说人话。我今天偷听到林清妙跟技术谈话，我发现这事儿不简单，这两人旧情难忘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就林清妙对技术做那事儿，以我从阿宇那儿了解到技术的性格，他绝对不可能旧情难忘。 我相信眼见为实，你都不知道今天技术看林清妙哭，那表面是没什么表情，但那攥在膝盖的手啊，那全都攥得可紧了。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？他以为自己早已放下，但看到他泪水划过脸颊的瞬间，才意识到自己从未原谅他。每一年午夜梦回之际，就在想着怎么去报复他。你恶不恶心啊？ 你要知道，有些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。况且是你说的那种情况，绝对不可能。那现在不可能，不代表以后不可能。人家是谁啊？前女友哎，我算什么？我怎么拿到这个版权？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需要你多付出一点。
我可以啊，我什么都可以付出的。你把他叫来干什么？陈顿对技术的了解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。那倒是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要你拿下技术，把他变成你的男朋友，什么前女友都是过去时，什么版权也都不是问题。你就这么随时随地想把我推销出去啊？那哪能啊？技术虽然有一些坏毛病，但哪有十全十美的人？他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我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这简直是乱出馊主意！我要真跟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扑克脸在一起，我每天不得气死。其实吧，老纪从小就特别可怜，爹不疼，娘不爱，好不容易有个初恋吧，还跟人跑，都27了，有钱，有车有房。哎，人还帅，可是竟然只有一段单纯就保守的感情，太惨了。真的假的？技术的感情经历这么简单？可不是嘛。我跟你说，老纪这个人最怕别人对他好，一旦有人对他好，他就会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向他，特别快，撵都撵不走。不，你说的这是技术。他虽然外表比较冷漠，但是内心里住着一个